Poi hanno cominciato a mettere con me della isola. Ciao, non è di oggi, come ho visto da. Si già qua, da me. Stanno, gatti. Qui a prendere. E adesso con la prima vita, che sono ancora qua. Poi entriamo qua, sono ancora qua. Si comincia a fare il cielo. Che era sempre tanto. E poi ho delle computer, e poi ho delle computer. Non la mamma. Non è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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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la mamma. Non 你咋叫人家好吧？你咋看这个房子贵呢？对不对啊？你看看你们这眼睛都是非常时髦的，都是防蓝光的。对不对啊？防蓝光的，这个电脑那太多，明白吧？我从来眼睛都没瞎过，真的瞎了。 他们都一个人过头，始终一个头，肠胃不好。学佛啊，也是这样，念经啊，有时候要休息休息，有时候要走走路。走走路的时候啊，叫行禅。行禅呢，就是慢慢的走，走的地方从这里走到那里，从那里再走过来，再走过来再走过来。这个时候呢，眼睛看得前面。 啊，就全面，思维放松，放松，你就会很舒服，知道吗？不能说为了目的来吸引小房子，为了目的啊，现在越来越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哈！那是完成任务。 没有法喜床，对不对啊？你看有的人今天都在法喜床，你说这样好吗？好，三个，这糊涂精，这个不专业，那不可以这样。 念念不就好了？对呀，休息一会儿。好，这么念，要学会改掉身上的毛病，把优点尽量暴露出来，把缺点尽量改掉。我们谈恋爱的时候是尽量把优点全部暴露出来，哪些好的地方。 缺点呢，把优点盖住，把一些不能暴露出来再打。我现在叫你们优点全部暴露出来，哎呀，善良、温柔，对不对啊？帮助别人，缺点呢，他们改掉没了，多好啊！比方说你对人家很好，做菜也很好，很挺干，就是嘴巴喜欢骂。那你把嘴巴不骂改掉了，那你真的好了。 弟弟这么大有什么好？还要看对面一个人，对面一个人肯定是有东西，怕他听见，怎么还不登基啊？好嘞。听得懂吗？学佛是什么？学佛是找自己的毛病，学佛是什么？改自己的毛病，学佛是什么？ 学佛就是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像菩萨，越像佛，你学什么你要像什么的，你学雷锋像雷锋呀，对不对啊？啊，你天天拜菩萨，你是崇敬他，这么菩萨的动作行为你要学的啦，我都学什么佛了，明白了吧？就这么学的呀，越学越好，越学越有劲。 必须觉得自己，哎呀，我怎么这么善良？其实我良心。
护好自己的良心，人家不好并不代表你不好。他骂人你可以骂人的，他打人你可以打人的，我说对不对啊？他打人他有报应，他骂人他有报应，你打人你也有报应，就这样打，这样骂，这样毛病，变成善良一点。书里面讲过，吃亏就是便宜啊，听不懂吗？那就不错，吃亏便宜，你懂吗？搞几个星期，搞不清楚就好了。搞得清楚就烦恼了。需要根基了，师傅。根基了。